翻国内揾食，我就中意睇大众点评啦，睇下有咩好食先。今日无意之中咧，就揾到一个系湿辣牛肉。我之前喺珠海试过，我都觉得唔错。原来深圳都有，笑下我几时都中意食噶啦。一要去睇下佢咩料先。大家好，又系我姨爸爸爸爸爸同你揾嘢食，嚟咗四条线都嚟到个17、91都嚟到嘅车公庙站 C 出口，一出嚟咧就左手边要落几级楼梯，落去，然后再直行，嚟睇住啊，小心啊！好，呢条都系行车嘅，小心。我哋行埋去埋边嗰度啊？呢有个北海渔村喎，北海渔村未试过喎，诶，好似有个网友叫我试喎，咁我哋靠翻左边行啊，就安全啲啦。咩是北壁先生？唔知咧。理发男士。系喎，几靓嗱，睇下你都估唔到嘅。如果佢唔整个 screen 出嚟，都唔知咩嘅。龙江兴猪脚饭，几香喎。系咯。个香港烧腊啊，嗰啲一条条咩嚟噶？嗰啲。佢闻到叉烧味。我哋望下。叉烧。好香啊！唔系嗰个叉，我烧腊肉嚟嘅，原来一条条咁样去炸嘅，好似。嗯。叉烧做嘅样就假嘅呢啲，系啊。系啊，有啲假嘅，呢啲假啊，假嘅，又你望下靓唔靓嘅？哇，几大碟，唔系食呢啲都可以啊，搵人嚟咁大碟，我几抵食啊，食呢啲，我觉得好似好抵食咁啊，咁大碟。见到呢个中信银行，我哋左边，然后就要转左啦。好，我哋呢度落翻嚟呢个行人路先，右手边呢度，再直行先。我过咗马路啦。太贤二路，咁我哋过马路先。我哋目标咧就系要过右手边嘅。好，再直行先啦。十亩地我哋去过一次噶啦，见面啦。有斑马线啦，我哋可以过啦。原来呢条路叫做太贤九路。好，而家我哋过马路啦。前面已经系霸味不夜城啦，已经嚟到我哋嘅目的地啦，十亩地。呢個商場咧，好似比較舊，我哋上次經過都未入過去，而家真係有機會入去睇下。又冇寫啲牌出嚟嘅嗬。嗯。哇！好舊，好懷舊，但係都係有冷氣嘅。牛蛙火鍋，冇人食嘅。當行下。見到啦，已經。哦，已經見到添喎。好大個餐牌，不過冇寫價錢嘅，不過你可以睇到咧，呢個主要係食濕辣牛肉嘅，咁大概啦，我哋應該入去坐低再睇下啦。喺呢個天地串濕辣牛肉入去睇下，都冇人噶啦，啊，滑笪地都要咁黐啊！我就聞到有啲好似噏噏地嗰啲味好似。即好似好耐啲空調嗰啲味道冇咁好，好嚟咗試啊！兩位是嗎？係啊，兩位。是啊，醬牛肉的。好，你坐過嚟啊？即係佢而家仲係黐粒粒啊，膠水。係啊，唔知咩嚟。膠水咁咯。係咯，我黐粒粒嘅。而家係17:43，天地串濕辣牛肉十某地店。我哋咧就睇一個團餐咧，158元，賣完就漲價，158元，佢係5.9折噶啦，星期一至日都可以用嘅。濕辣一口牛有10寸嘅，嚇4/1嘅有山葵牛肉、濕辣牛肉、香辣牛肉、黑椒牛肉，我哋揀山葵牛肉。然後呢個2/1嘅咧係有呢個爆漿嫩豆腐，或者係呢個炸手工墨魚丸，我哋會揀呢個炸手工墨魚丸啦。5/2嘅不可重複，有呢個。金針菇啦、杏鮑菇啦、玉米粒啦、韭菜啦，同埋呢一個豆角嘅，我哋就會揀金針菇同埋杏鮑菇2/1嘅，有呢個蝦滑啦，同埋一個雞中翼，咁揀個蝦滑啦，83.4啊嘛。好，然後呢個4/1嘅就係炒粉絲啦、炒飯啦，同埋呢個炒河粉或者係呢個水東撈粉，我哋揀呢個炒飯，然後有個飲品就係茅根甘蔗馬蹄水啦，然後就係茶位紫根。好，而家立即團購先。好啦，完成啦，有個碼啦，等個工作人員過嚟掃個碼先。嗌咗個大眾點評啊，呢個要山葵牛肉啦。要只上手
有三个七成熟。五成同七成，你觉得边个？五成。五成啊，跟住呢个咧要墨鱼丸，然后要金针菇同埋杏鲍菇，之后系要呢个虾滑。呢、这个炒呢啲边样好食啲其实？粉丝吧，还有粿条。咁要呢个粿条啦，佢话好食啲，咪嗌呢个啦，听佢讲啦。一入嚟咧，右手边就系咁啦，我哋睇下，成个店咧系长方形嘅，然后右手边度咧已经系厨房嚟啦。呢、这個商場都比較少人啲，再加上而家都係早啦，而家冇乜人嘅係。好，呢度有啲啤酒啦，有好多飲品啦，係要俾錢噶，嗰度係收錢啦。然後呢度門口呢度有個幾得意嘅，好似以前咧係嗰啲走廊咧，咪可以唱歌嘅，唔知點解晏啲會唔會有人唱歌嘅咧？我睇出面是怎樣，出面有户外的地方都 OK 啊。我看看出面是怎樣，很多東西吃的，我都未走過來，原來是這樣，潮德亞水牛肉火鍋，出到來這裡這樣的，別有洞天，還有樓上的喔。我覺得這個商場很舊，重寄豬肚。剛才我們走進來那裡、就是這樣走回進去，就是這樣望回進去。爸爸聲來了的，一放下就是這個辣椒，我試試，剛剛放進去還以為沒料到，然後後來就哇湧進來，這個很辣。好，我們看看這些什麼來的。這個叫濕達一口牛，來一人一口試一下。有些芝麻我們叫了五成嘛，所以你看到都是看下去呢好像沒什麼點燒到，不像燒烤那樣，但是試一下，它來得太快了，現在剛剛擺得不太久了，但是都不覺得像燒烤，好像比較濕一點，但是它的醬呢不是挺好味的，我覺得為什麼？我覺得好像淋了個芡汁一樣。是啊，不是燒烤就是咯，好像沒有燒烤的，就咁輕熱去咁樣咯。唔通我哋嗌五成係咁嘅效果？嗱，睇下其他啲都係噶，好要灼一灼咁樣就攞上嚟嘅咩？好，繼續食啦，依家呢個咧就叫做呢、這個叫山葵牛肉啊！你見到有啲瓦沙比喺上面，又係啊！我哋嗌五成啊，佢好似冇乜點燒到啊！嗱，全部一啲都冇燒烤嘅感覺咯。等我試下，你睇下見唔見到？像不像好像沒有燒到的，真是好，我試一下這個，就是汁咯，落了瓦沙比好吃一點，你試一下，我覺得好像吃壽司一樣，立刻變了是亂的，你咬不咬到都咬得到的，但是就沒有個燒烤風味咯。好不好吃這個？不夠熱啦，覺得普通咯，變了好像炒牛肉那些牛肉，我覺得好像火鍋那些，但由於 你火鍋拿上來就烹凍了那個感覺，是的。但你覺得牛肉靚不靚？啊，我覺得牛肉不是太差的，是的。好了，這個是什麼來的呢？這個就是尖椒蝦滑，有沒有搞錯這個品品呢？最後你看看尖椒蝦滑八十多元，那些狗狗東西，這個真是報大數啊，真是。好，就是有青椒、紅椒，有個蝦滑好細嚿，好似粒魚蛋咁咯，唔大的唔大噶。佢係好快，我哋落完單咧，佢啄一聲嚟就俾你食一嚿。嗱，你食青椒，我又食青椒，睇下呢個就有啲孜然粉啦，都幾好味啊！我覺得個椒咧就爽，即係有啲爽爽地咬到嘅。O K， 但係就食唔到蝦滑，係冇蝦滑味，但係個椒啊幾好味啊！好啦，隔離咧。杏鮑菇又是極快，很薄，切得很薄，這些厚一點，普遍都是薄，好像薯片一樣，又不覺得很多油的，試一下，這個好像爽身一點，這個很多孜然粉，什麼意思？又是凍的，是的，全部都不是熱的，其實不是放了很久，它一來我拍完照就立刻拍了，完全是沒有熱度的，少少暖暖的，好，都看完這個了，金菇。買了一些
調味喺上面噶啦。我試下呢、這個，呢、這個金菇都算多喎。嗯，好爽啊金菇，俾你試下。個金菇好爽。燒烤豬嚟講都算唔係咁好咯。都算咩？唔係咁好。嗯、完全冇燒烤味啊嚇！係啊，執一執啲嘢先。嗰一口牛真係啱嚟咗咧，仲有醬卜卜嘅。而家過咗少少時間咧，已經熟曬啦。咁都好，咁起碼證明佢唔係好多粉嘅。煎一劈茄汁，有六粒蜜魚丸，我試下。呢就咁炸噶啦，好熱。呢、這個幾香蜜魚味喎，真係有蜜魚味。好，呢、這個就係最熱嘅一樣嘢啦。其他全部咧都係暖暖地嘅。暫時你覺得邊樣最好食啊？暫時係呢個有啲燒烤味嘅燒麵風味嘅。我仲有最後嚟啫，呢、這個係好快嚟嘅，差唔多同一時間嚟咗呢個係乾炒牛河。嗱，望到啲色咧，我就覺得唔夠靚啊，唔夠上色。幼新嘅河粉啦，有啲雞蛋啦，牛肉呢啲係碎嘅，唔會好大塊，好碎，好少牛肉。個碟底多唔多油啊？又唔感覺唔係好多，嗱都有啲煙呢個嚇，唔夠色啦，可以重手啲啊，望啲色唔夠靚嚇，夠唔夠靚身啊？望落去都唔係好，感覺唔係好多油嘅。我試下，我就試緊試個牛肉先，比較嘅你試下，好薄好細啫，切到好碎咧牛肉，我試下牛肉，起碼熱先啦，唔夠味。我覺得呢啲河粉幾好味啊，即係個質地啊，但係佢唔夠味，食落去都係比較油。比較油多啲，麻麻地下，但個河粉本身嘅質地幾好啊！仲有兩杯竹蔗茅根水，都封得唔實嘅，一搣就搣開咯。咁搣開佢睇下裏邊有乜嘢？有竹蔗啦，馬蹄，有兩嚿馬蹄，金筍，茅根喺底，凍嘅，呢個最似樣呢個，又有馬蹄味，又唔會太甜。又夠凍，好開動食飯。張單出咗啦，以市用俾咗錢噶啦，趁熱食下啲河粉啦。我加啲辣醬落去啲河粉度先，好勁嘅呢個辣。如果食啲牛河食到好多油啊，感覺太油膩，真係得呢個有燒烤味嚇。係啊，我覺得新辣牛肉佢個燒法都唔係燒到咁噶嘛。完全都冇燒到咯，佢咧佢個做法咧就係個牛肉喺度啦，跟住佢就淋啲醬上去，然後就燒啊，係咪啊？係咁冇燒到，佢真係咁，佢個原理係咁。烚熟跟住又淋啲醬上去。係啦，但我覺得似烚熟多啲啊。個牛肉本身咧，真係有冇醃到味啊？你覺得佢？我覺得飲啲滑沙皮好啲，呢個一口牛肉啦，就係咁一片咁樣，好嫩。我覺得咁飲下咁好味啲咯。嗱，呢個汁咧好似芡咁嘅，結結地嘅，中伏啊！一心就諗住食啲燒烤風味啊，咁唔使人哋幫我哋烤，我哋自己烤，濕辣牛肉咧好似好吸引。中伏啊！之前我哋去珠海咪食過咯，嗰個海王嗰度咧嗌啲濕辣牛肉咧，嗰、那個好味啊！佢真係有啲燒烤味啊！嗰間嘢專係食燒烤啊嘛，呢、這個完全冇燒烤。咁咪串嚟做咩？你炒出嚟咪算咯。係啊，真係嗬，真係你又講得啱啊！炒出嚟咪算咯。我覺得金菇都好食嘅，金菇。嗯。金菇爽啊！都幾難串啊！你話你咁樣串嚇，啲金菇已經夠幼噶啦，都仲串得到犀利。好多油，但係同埋尤其是凍咗咧，咁就唔好食咧，有啲油，好勁。呢個我覺得炒幾好食嘅呢個。幾好食啊？係啊，炒幾好食。我嫌佢咧有多油啊，唔夠鹹我覺得，又唔夠色。係啊，但係整體我都 OK 嘅喎。都 OK 啊，咦你咁快飲曬杯嘢嘅？嗯，好走。靚嘢㗎！唔好行呢度啦，行翻嗰度出去啦，嗰度咧門口黐立立㗎。好快就完成咗我哋嘅餐啦。好唔好都食咗，係唔好嘥嘛，係咪啊？咁我覺得真係麻麻地嚇，我唔識欣賞咩濕辣牛肉，我亦都完全係感受唔到燒烤味嘅。同埋值得一提咧，就係一入個餐廳嘅時候咧，我哋已經中咗招，只腳踩到門口唔知咩啦。另外一入嚟咧，就成陣噏味咧，好似好唔通爽啊！嗰、那個呢、這個樓面咧個位置好難聞。
咁既然嚟到啦，咁梗系要试噶啦。你又食过啲咩烧烤好食嘅咧？或者你又可以介绍下我，我中意食烧烤噶，但系呢个就俾唔到我烧烤个感觉吓，有啲失望吓，啊真系麻麻地吓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就翻香港先啦。多谢大家收睇，拜拜。剛才我們的天與地隔離這裡呢，你看人家裡面都有人的，裡面也有人吃的。好，對面呢，對面這個潮德亞水呢都是有人的，那就證明呢不是說牆死牆啊，沒有人啊，是有人的。不過剛才我們那間就真的沒有人的，那就大家知道什麼料啦。多谢大家收看，记得订阅、分享和留言啊！还有啊，最好追随我的 Facebook 和我的 IG 啦！多谢收看，拜拜。